到街边打水水嘅表演。哇，小心好热呢度。水嘅表演。哇，早晨超好瞓哦，小帮手佢哋半夜翻咗嚟，依家仲瞓紧。话俾大家听，依家系11:00。哇，好好瞓啊！我黐咗脚贴咧，之后咧系由12:00瞓到朝头早8:00。是冇起个身去洗手噶，一觉瞓天光。之后咧，佢哋4-5点翻到嚟啦，凌晨，因为喺杜拜翻嚟凌晨机有 delay 咧。之后咧，啊，之后咧，依家咧，我8:00又瞓，八点再佢哋未起身，我又瞓多阵，我一瞓到11:00，我瞓咗10-11个钟，好舒服。如果睡不着的朋友试下买脚贴 WhatsApp 买一包回去试下，好舒服，我自己贴了特别睡得舒服。唉，好正，起身看他们吃些什么先，或者嗌外卖看看怎样先。起身翻热啲汤俾他们喝，叫姐姐煲了木瓜花生汤。7日没见小帮手，挂住你。Hello。嗯。我11:00起身啦，攰唔攰啊 ？I miss you。依家顺啲啊？系啊，顺啲啊。OK， 快啲刷牙洗面，瞓唔瞓多阵啊？好啦，去埋洗手间瞓多阵，睇下小帮手先。瞓咗觉，瞓翻觉。买了很多东西放在自己玩具那里拍给大家看看先。放了去雕战利品 souvenir 回来。一会再拍得睡醒先。翻热的汤给他们喝先。昨天煲了。啊，拿大煲出来。拿大一点的煲。大家一起喝木瓜花生眉豆鸡脚咸猪骨，胶质好重啊！大家看看啫喱状嘅汤，有很多朋友买了这个煲。嗱，这个煲咧唔系最大嘅，这个煲咧系中 size。我咧之前攞嚟煎鱼汤嗰个咧。依家攞俾大家睇，咁如果要訂購可以揾我。呢、這個大啲，呢、這個中碼咁樣。呢、這個大啲，我嚟煎魚湯啊嗰啲都 OK。啲鹹豬骨擺埋落去煲。啫喱狀嘅湯，啫喱湯啊！好啦，每人要饮一大碗汤做早餐，当系啊，翻热啊，煲热啲水，煮我嗰啲牛丸啊，上次喺罗湖商业城买嗰啲手打牛丸，整翻热俾佢哋食，元记云饺嘅几粒，嗰啲咩云吞啊，元记云吞嗰啲，唔使点样解冻噶啦，咁摆落个煲嗰度，之后攞热水。成餅咁樣，成餅咁樣擺落去，洗一洗佢咯。始終人手掂過咧，洗一洗，之後就倒啲熱水落去咁樣，每人幾粒咁樣。呢雲吞都係啦，擺埋落去，一間加啲滾水落去就得噶。留翻碗俾我媽咪。我咧之前話咧，我啲湯唔落鹽啊，啲湯咧淨係加落自己個碗嗰度。每一个中意嘅咸度都唔同，加少少盐落自己个碗，之后加啲汤就会溶噶啦啲盐。好，水滚，加入呢度，煲呢边，呢边煲嗰边煲，小帮手就快翻学。有兩日翻學，一嚿豬骨咧，鳳爪咧，好呢碗小幫手嘅
小幫手就唔食呢個雞腳，飲多啲湯。嗱，好多好大碗啊，都有呢啲大碗，唔係普通碗，都有三碗。頭先我都未倒曬落去。OK， serve 佢哋先。佢加多隻鳳爪俾佢。系做乜嘢啊？早晨，小帮手咩嚟噶？有烟花睇啊？边度嚟噶？唔系，杜拜咯。杜拜边度？水嘅表演。哇！小心好热呢度。水嘅表演。水嘅表演啊！一路饮一路睇好嘛？我攞汤出好嘛？哇！帆船酒店加呢个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， right？ 几靓，俾观众都欣赏下。摆喺边度啊？摆喺你张床隔篱啊！呢个叫哈利法。哇、wow, ，OK， 攞嘢出去俾你哋。OK， 饮汤先，好热啊，帮我吹冻咗先。Go go go！ 好，整热埋啲牛丸先。好，滚咗。Yes， baby。哇，好正喎、啊！我喺个 infinity pool 入边。第时你搵多啲钱同妈妈去得唔得啊？我都想去喎。我都好想去喎！你睇我公主玩，睇我公主玩啦！畢啲牛丸出去俾你哋攞嚟食。哇 ，room tour 添喎 ，Dubai Seven Star 係嘛？帆船酒店。七星酒店係嘛？帆船七星酒店。好，依家 airdrop 俾我媽咪煮埋嘢先 ，thank you。哇，你唔著拖鞋入嚟嘅？我要咁樣啦。好幾日冇飲呢個養生茶。咁依家預備整助熱個壺先啦，好多朋友買咗，好多朋友都話好正。咁咧，呢個我沖呢個蘋果黃芪九味茶，入面有邊九樣嘢呢？蘋果、紅棗、無花果、杞子、玫瑰、黨參、麥冬、黃芪、圓玉，係啦，九樣。咁我助熱咗個壺啦，一陣間我就洗乾淨佢。但呢個要擺喺雪櫃啊，所以呢你一次過可能買十包就 OK 啦，怕你雪櫃冇位。咁呢你日日沖嚟飲，面色好啲，補氣血啊，你個血液循環好啲呢，你個身體都好啲，面色紅潤啲。呢個女士們飲完個紅棗，一間搣粒核出嚟就 OK 㗎啦。咁呢個壺呢我就用熱水坐滿去啊，坐熱五分鐘。它有温度的，嗱，講多次個温度咧，佢係冇得換電芯嘅。你用一排之後咧，佢冇電就你當燜燒壺咁用得噶。依家佢攞去洗，洗一洗佢，紅棗去核氣，喺個尾嗰度屙出嚟，呢一粒就去咗粒核啦。呢度係對啱個位，有時對啱個位，對唔啱咧。撳唔到出嚟，好切細粒啲，一間粒紅棗。嗱，洗乾淨之後咧，因為我係焗啊，所以咧我就會用熟凍開水，即係煮滾咗嘅水啦。煮滾咗攤凍咗就叫凍開水、凍滾水啦。啲人有時話，咁啊洗一洗佢，就可以攞去焗啦。切細粒嗰、那個紅棗先，補氣血。氣色好啊！呢、這個女人必飲，因為好 mild 嘅就佢嗰啲嘢好温和。OK， 好啊，助熱咗個壺啦，依家計手鴨腳96度，唔使等到100度噶啦。總之你助熱咗佢，焗佢一個鐘就得。再熱啲水可以飲翻嘅，個壺乾淨啊嘛，因為哇熱辣辣，封翻佢先。之後加啲材料落去，來啦，加曬落，加曬落去，滾水，好滾嘅水啊！你喺公司沖咧，或者你可以擺喺啲養生壺嗰度煲佢10多分鐘，咁樣保温飲就得噶啦。一個鐘之後飲，因為我哋唔係煲啊嘛，就喺度攤佢一個鐘之後就飲得噶啦。嗱，因為呢個係冇糖嘅嚇。係啦，如果你想有啲甜味，自己加啲椰棗落去咯，就唔建議加嗰啲冰糖片糖嗰啲。OK， 焗一個鐘之後飲，咁就搞掂佢哋嘅早餐，整埋呢個養生茶就 OK 啦。嗱，咁咧即係一家大細
就建議買個大的，一個人呢就買個好像這些小的就 OK 了。喝湯吃雲吞吃牛丸，小幫手吃剩，嗯，那湯很好喝，嗯，好正，嗯，那茶壺小的呢就白色最靚，大 size 就沒有白色的，大 size 最靚就是黑色和橙色的，很多人訂了黑色，大小都有人訂黑色，不知道為什麼喜歡黑色，女人不保好意有牛丸和雲吞都好吃，在樓商業城買的，嗯，這間派是什麼作品，洗回去人的鞋先，洗回去人的鞋好脏，擦下去湿少少水。其实呢度干净，呢度污糟，啱擦咗呢只。头先几污糟，依家擦翻干净。依家要清咗佢哋个夹，同埋洗晒佢哋污糟衫。好多嘢整啊！一连串洗佢哋嘅衫啊，要白色分开洗，好焗咗一个钟，冲俾佢哋饮先。仲有，我依家饮多杯之后再冲多次。啲夹咧入屋咧，我一定会抹晒啲嗰啲 wheels 啊，嗰啲碌啊，啲夹啊。因為咧喺街嗰度拖過咧，我都覺得污糟，所以咧清潔完佢哋嗰啲咧，又會抹翻入邊嘅籠嘅咧。因為佢哋啲污糟衫啊，嗰啲鞋咧咁撇落去，所以咧啊，一定要清潔乾淨。啲碌咧又會抹到好乾淨咁樣先入得，同埋啲扶手啊，嗰啲掩手嗰啲咧都要抹乾淨。哇！你睇佢哋嗰啲七星酒店嗰啲咧～我開袋嘢喺啲行李嗰度摷到出嚟，咁靚嘅呢盒咩嚟㗎咁樣啦，咁咧然後就係沖涼嗰啲咯，沖涼、洗頭、body cream、番鹼，呢個咧就係剃鬚嗰啲啦，木柄嚟㗎，唔係膠嘅木柄剃鬚，之後咧再有一樽剃鬚膏咁樣，咁樣咯，七星酒店。大佬收得咁嘅價錢，梗係要俾翻少少嘢你，係咪先？咁佢哋喺酒店冇用就拎咗翻嚟。七星酒店，小幫手買咗呢啲。呢個全係咪全世界最高嗰個嚟㗎？杜拜。小幫手。金色嗰嚿係咪全世界最高㗎？係啊。幾多樓㗎？180楼，对，160，are you sure？ 160，咁啊，睇下佢啱 decoration 咗，摆咗呢三个喺度。时间，要洗两转衫先，冇衫冇位晾啊，洗太多。洗第二转，有 pattern 嗰啲咧，通常都反转洗，就好啲咯。淺色、深色嗰啲分開洗，白色先啦，洗咗。白色呢度。20分鐘啦，可以啦，洗衫波波。內衫時間。一大堆嗰啲唔要嗰啲啊，睇人攞啊！2点钟，佢哋饮完个汤，食完啲牛丸，有啲肚饿噶啦。依家整个奶酱多，冲杯美乐同埋奶酱多俾佢哋食，几靓啲碟。幫手啊，要
兩塊多士，之後佢唔飲味露，佢話要飲呢一個棉花糖呢個朱古力奶，用奶沖嘅，但係唔可以太熱啊！如果太熱咧，啲棉花糖就會溶曬，所以暖暖地沖就 OK 咯。加啲水，真係唔好太凍咁樣，煲一半，倒一半落個杯，咁就 OK 啦。入面有一粒粒嗰啲咧，棉花糖，一陣沖入俾大家睇，一陣暖暖地啊，暖暖地就 OK， 唔好太熱，唔好加太多奶。睇下隻手先，我就食番薯，好奶醬咯。嗱，佢入邊有啲咧。看不到，拎唔到大。佢入邊有啲咧，白色一粒粒嗰啲咧，就係嗰啲棉花糖，小朋友好中意飲呢個。奶醬都 super crunch。好。咁樣拼埋一齊，我每邊搽咗一半。多少少係好食啲嘛，兩塊啊！大幫手話要，呢一度有，呢一邊冇，合埋一齊。OK， 哇，好脆啊！切開佢先，看得勁得滯，我呢個奶醬都。哇 ，crunchy crunchy， 好正！奶醬都，好，我俾阿大幫手食，食完再要先至再整。加啲下午茶時間，其他係 lunch。我攞出呢個，咁樣奶醬多，點呢邊？奶醬多，下午茶 serve 先。我就壓番薯，好好味。啊，好啊，好似冇停過咁啊！你我今朝起身，好似到依家都。之後依家剪片，趕住六點希望出到片。OK， 食緊 chicken nuggets， 肉酸嘅食得。係啦，為免大家留言問我做咩塊面立立令，係我頭先敷完呢個美白面膜，未洗面，張住佢繼續噏住咁樣。好啦，依家5:15，坐翻喺我嘅剪片按摩椅嗰度，一路剪又按。嗌咗 Deliveroo， 嗌咗個1200買一送一，佢間中有時有啲優惠買一送一，買3次$85又有一張$85 coupon 俾你咁樣，所以係啦，唔想煮嘢嘅時候就係嗌下啲外賣俾大小幫手食，嗌咗個便當，嗌咗兩個便當俾佢哋。好啦，我食琴日食剩嗰啲狗仔粉，琴日食唔曬，嗌咗兩碗。之後咧，大小幫手就食壽司。嗱，呢兩份就係佢哋噶啦，買一送一啊，$150+，加埋嗰啲唔知服務費$160+，兩樣兩份兩個咯，都 OK 係嘛？好啦，同小幫手傾完偈啦，依家繼續剪片，剪完片瞓覺。我依家咧除咗黐腳貼啦，之後咧我仲玩呢個陶瓷貼。陶瓷貼咧，佢係幫助都係去濕啦。經痛啊，或者你血氣即係身體唔好，你可以黐呢個陶瓷貼，咁樣對我哋女人都好好。係啊，我依家開始黐咗差唔多幾日，我睇下個效果如何，暖暖地啊個肚背，係啊，感覺睇下都感覺良好嘅，但係都瞓得舒服。但係因為我黐咗腳貼，我唔知關唔關陶瓷貼嘅事。咁我 M 咧今次就好似冇咁痛，即係有時腰酸骨痛咁樣，有時 M 到。咁今次就冇乜輕，即係冇之前咁酸痛咯。咁唔知關唔關事，黐咗幾日，咁黐多一排先話俾大家聽好唔好？好啦，黐咗腳貼啦，瞓覺啦～